塞车如果带一个 W 回去的话是还好，最怕就是塞车还带一个 L 回去啊。好，一个神农击西交到 Washburn， 但被林书豪拨出了界外。对，目前书豪外线三投零中，这个球又被他给抄到。现在书豪对上宜翔，两个都打破 CBA 梅少英。林书豪一个回马枪给到完全 wide open 的奥地，再来一记三分。他示范了什么叫背后有长眼睛啊！你真的有点惨淡哦。对，在这个 field goal 之前，14投3中的是领航员李宪，哎，打！哇，应该是抓一个 hand check 的犯规。CBA 27，目前国王在客场领先，剩下了4分。当然，今年球季国王队的客场能力也是所有球队当中最强的，他们已经在客场拿下了11胜。6.11%的胜率，是唯一超过50%以上胜率的球队。林书豪在旁边处理，好像有点流血的状况。对，如果真的打到的话，也许会有反应。有没有可能是太常被打了？我感觉好像是削到吗？对，好像有被削到。最后是没有任何吹犯。其实因为这个球，卢俊祥也是顺势的动作。对。领航员第三节打了一波5-0的开节，奥地大打小怀里，后面交给书豪，他先开张了，然后交给俊祥，哇，博朗多的时刻差距7分，底线的曼尼高三分球，书豪。三分线外的出手，有啊！林书豪苏醒了，没有。林书豪跑在最前面，先犯规。对，陈玉瑞九。三分线外很远的距离，林书豪，哇哦！再给书豪，加康可能要守在上面一点。我马上有犯规，得冲向篮板。嗯。林书豪突然急停拉回来2分，哇哦，慢慢找到他攻击的节奏了。是骗，走步，两个裁判都抓林书豪走步。哇，这走步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时间他的轴心并不是脚，就是在第四节埋伏在两边的底角。梁建明对林航员来说非常重要。三分线外的林书豪进，哇哦！那快攻要想办法守住我，是